下面请您欣赏《传家宝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，哈哈，谢谢啊！各位听见了啊，听见了啊！哎，好着呢，嗯，谢谢啊。哎，那就行了，嗯，那我就放心了啊。刚才是靳鹤兰、朱鹤松小哥俩，我俩徒弟啊，唱的板儿啊，对，最后唱的这个《同仁堂》，是他唱的，也不是那个老的那个《同仁堂》哦，这是新改的，后来我改过一版哦，您自己改的。是那会儿啊，郭麒麟说相声时候说这个按那个唱，我唱不过他们哦，有没有别的办法？我说爸爸给你改一遍吧，呵啊。我给他调了一遍，嗯，他挺高兴啊、哦，拿着词儿就拍电影去了。哎，这嗨，哦，就没说，就没唱这个。这后来就他们上家去，嗯，大林不唱给我吧，我说行，谁唱都好，啊，哦、让他们唱，多一个新的版本是啊。当然了，郭麒麟没说相声，拍戏也挺好啊。那当然啊，这个于老师是我儿子拍戏的榜样。我琢磨琢磨这话啊。不是不是，您别往歪处想啊！啊，是因为于老师在中国相声界演戏来说，人家算是最有出息的。哎，您不敢当，哎，当不敢当，拿过奖，哎，那、哎、那年在澳门是吧？是是是，电影节还拿个影帝，哎，那很厉害啊！哎，您客气，这个叫什么金菊花奖啊？是什么？很厉害，金菊花奖啊，铁菊花呀、啊，没听没，铁的干嘛呀？什么的？金莲花奖，金莲花奖，对，拿了影帝了，哎呀，我是捧嘛，真好、嗯，我这辈子是拿不了影帝呀、啊。您不自信、啊？我努努力，我拿下俩影后可能还行。哎嗨，后来郭麒麟回家还说了，您看看我师父拿影帝了，我说儿子不要往心里去，是吗？不要成为压力。哟，拿不拿影帝，你也是我儿子啊、哦！谢谢大家的鼓励，太多了，千防万防，没防着这句话。玩笑说玩笑啊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怎么？今儿5月5啊，哎，端午节，五月节了，是是是，中国的一个大节日，嗯，坐在一块儿听听相声，开开心心，多高兴！没错没错，得谢谢您各位的捧场。对了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嗯，谢谢您各位了啊。谢谢一眨眼说相声说了那么些年了，嗯，在后台看着于老师都白头发了，我非常的感慨。是岁数大了，我认识他那年我刚16岁，那时候年轻啊，他比我大4岁，他20。对了，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，这真快，功夫不等人呐。嗯，我们小的时候就边边大的说相声这帮孩子，嗯，当年的谦儿哥那是最精神，还谈不到，真的，他那会儿的最骚的一个。什么叫骚啊？就是你看现在又有皱纹了，又有白头发了啊，那就是年龄嘛。很感慨，是吗？很感慨。我认识谦儿哥其实也是命中注定的事情。哟，怎么谈到命了呢？我打小啊啊，我是7岁学评书，哦，哎，我9岁呢，说相声就从艺啊。到了80年代末，说相声不挣钱，我还跟他们出去。唱戏去，干了这么4-5年哦，还唱过戏，别的也不会，就指着传统艺术把我养活到今天哦。最难的时候其实就是16岁那年，进北京那年，就是那年，就是进北京，哦、这都你怎么想起来进北京？是我家在天津，对呀、啊，16岁的时候说相声不挣钱，是那得活下去呀、啊，得挣钱啊。很多时候就是一句话能够点醒一个人，您就是凭着一句话点醒您吗？我们邻居有一个叔叔。哦，哎，他跟我说，小子，你记住了，人挪活，树挪死，就这么一句话。你在这儿待着没有饭，哦，啊，人现在不都讲究北漂吗？是，说相声的、唱歌的，甭管干嘛的、嗯，演电视剧的，对，不都上北京发展吗？叫漂在北京。对呀、啊嗯，是条好狗也得上北京教训教训去啊，啊，得展示一下。就是当时人家跟我说这句话，真是打动了我。哦，啊，就这个。邻居这个叔其实这都是缘分哦，就是后来谦儿哥的岳父
哦，就我媳妇儿的父亲。对对对对，你看我这么些年在台上，我有时候真真假假开玩笑，哎，谦儿嫂怎样了吧？谦儿哥他爸爸怎样怎样吧？那都是瞎编的，那都是假的啊！你看我为什么没有提过他岳父？您说说，因为我真是不忍心说他老人家。哦，就因为他对我有恩。我老记着这句话，就是因为这句，就是他告诉我你去北京发展吧。哦，哎呦，就到今天回头想，没有人家这句话，我可能还在天津待着呢。啊，还闷在天津，哪有今天咱们在一块儿这么乐呵？是是是，是不是？我记得特别清楚，他怎么跟您说去？他就说你得去，不去不行。我说我找谁去啊？他说我认识北京小孩说相声的，啊，那时候就认识我，刚20岁，于谦，你找他小哥们一块混，哦，成不成的呢？反正哪怕回来之后，以后老了。扪心自问，对得起自己，对，不后悔。要不你老得倒磨这事儿，是是，打动了我。啊，您说开窍了。他岳父就亲自送我上天津那个长途汽车站，就奔北京来。啊，小子，我明儿送你去，你得去。嚯，我到现在还记得，我那天穿的可规矩了。你这要进北京了吗？穿个白衬衣、蓝裤子、白球鞋。哦，很规矩。那个年头就是这穿得很得体了。是是是，他岳父穿一大背心大裤衩儿，那送站嘛，穿一拖鞋，是送我上那个天津长途汽车站。哦，就在眼前，这画面就在眼前。记得他岳父那个背心上，嗯，还印着一个鳄鱼。那时候那是个牌子啊，那个。你说这得45岁往上的人应该知道这个哈。对，那会儿不管是。T 恤衫呐，啊，大背心儿上面讲究有一鳄鱼，啊，这就是这牌子，还正经呢，啊，鳄鱼这脑袋冲哪边，什么盗版的、正版的呢？这假的多啊！岳父这个背心上俩鳄鱼，生怕人说的是假的，你知道吗？一个脑袋冲这边，一个脑袋冲那边，对，我把你们嘴堵上，对对对，大裤衩上也印的鳄鱼。全是鳄鱼啊，鳄鱼、手工壁虎、科莫多巨蜥，好家伙，这点两栖动物都让他印背心上了。我说为什么要印鳄鱼呢？啊，小子你记住了，怎么着，鳄鱼这个东西很奇怪。怎么奇怪？6个月不吃饭还能活。哦，五脏六腑掏出来搁在边上，这个东西还能爬好几个小时，生命力强，人不得向他学吗？这倒是，此一去山高路远，到了北京没人管你，小子你得按着鳄鱼那么活，要受苦，你要坚强啊！受用到今天，说得对啊！长途车在那儿告诉我，来，爷们儿、啊，我最后一次啊，我帮助你。啊、怎么着？你上车的人多，那个年头哦，长途车人也多，那怎么帮？往前冲，你跟着我，我得让你上去找一好座。嘿，哟，一大帮人，他岳父在前面，我在后边，哎呀，往里挤，乌泱乌泱往车上挤。哦哦，好家伙，也不谁呀。是劲儿太大了啊！给他岳父裤衩都拽下去。哎，是往上挤，是往下蹬呢？这、哎，他往上走，人家往下拉他呀，反正都很尴尬。那是很尴尬啊！你这这个玩意儿，扒他裤衩的这也愣了。是，你看啊，你怎么连内裤都不穿？管着管不着你，谁让你扒他这裤衩来了？他岳父也愣了。是啊。我哪知道你要扒我裤衩啊？嗨，俩人都没算命就出来了。你看这玩意儿啊，就这么会儿功夫，车上人都挤满了，是吧？我说得了，我说您别着急，我看他岳父生气。那可不是嘛，我还给买根冰棍儿，消消火。您吃根冰棍儿，我也吃根冰棍儿吧、哦。等下一辆呗，等着吧。他岳父吃着冰棍儿，嗯，小子看见了吗？嗯，这就叫人生，还吃鸡汤呢，知道吗？你就得往上努力。哦，劝我。哦，吃完了把棍儿一扔。嗯，走追车去。对、啊、跑了啊，头一辆车走了啊。我说我别追了，我坐下一辆。就是啊，必须追他。干嘛那么起迷心啊？我裤衩在车上了。嗨，哎，光着屁股跟这儿吃根冰棍啊，多容易拉稀啊这玩意儿。我就上了后边那辆车了啊。我其实我挺舍不得他，我坐在一个靠窗户那儿啊，窗户摇下来，我叔我走了啊，走吧，小子你努力，是希望你成为天下最好的说相声了。好啊，我也希望我以后成为天津最好的商人。怎么着？他从商？你说他这个思维啊，啊，那会儿他就不是铁饭碗了，哦，他就个体户自个儿干买卖，
那叫下海啊。你要成为天下最好的说相声，鼓励你。我成为天津最好的商人，自己鼓励自己，就此别过。哦，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，我这半辈子过来了，我都觉得对不起你岳父。哟，您很可以了。我没成为天下最好的说相声，您也是客气。这个中国相声界比郭德纲强的，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啊。有嗨，有，你不要给我得罪人。有，怎么没有？郭麒麟不行吗？啊，这是啊。哦，哪有最好的？一定还有好的啊！但是他岳父做到了，做到什么了？他老人家是天津最好的商人。哦，经商做得好。为什么他们两家在一块儿就门当户对呀？怎么就门当户对了？我说一件事儿，您就知道他岳父现在在天津的身份。您讲一讲。他不住在天津城里。这个代表有钱吗？天津有钱人我见好多啊。哎，我趁三十个两居室，趁五十个三居室。是，你不叫有钱。为什么呢？你那个钱是有数的。哦，能数得过来。你有数，一套多少钱你说吧。哦，人他岳父住天津城外。天津城外哪儿啊？黄崖关。黄崖关盘山。盘山蓟县。对，现在叫蓟州区。是天津和河北省的交界。哦，住在黄崖关。黄崖关往西24公里有一片原始森林。怎么都原始森林了？在原始森林的边上，哦，盖了一个七进的四合院。七进呐，嗯，好讲。四合院论进啊，一个院子为一进，是两进是俩院。哦，三进就带后花园。这就阔了。他岳父这个七进四合院，好家伙的，这已经进了原始森林了吧？这个原始森林的边上。哦，还没进去。每天他岳父七进七出啊。赵云呢？是怎么还七进七出啊？这七个院可不背是吧？哦，来回的。每天白天在天津城里工作，每天晚上回黄崖关睡觉。太远了吧。哎呀，这个就没法比了。是吗？你看看说相声这帮，嗯，几点起的？上午10点半。他们睡懒觉。你呢？我11点，那个12点半还没起呢。对，都是这样啊。人家这个大企业家，人家生活是有规律的，时间管理强。你看拿他岳父来说，哦，凌晨4点准时起床。夜里四点就起。那凌晨四点就起了。起了干嘛呀？因为他垄断了天津所有挣钱的生意。一提垄断这事儿就大了。4点起来先把茶叶拿出来。哦，把水做开，先要泡点茶喝。先煮400个茶叶蛋。对，煮400个茶鸡蛋。是的。这干嘛呀？一会儿吃早点的客人就来了。早点摊儿啊？说这么热闹，最有钱摆早点摊儿的。垄断了什么生意？只要挣钱全干。哦，这是其中之一。那当然了啊。哦哦，一会儿油温上来了，哎，油温给客人炸油条。那早点还挺丰富，抽空把咸菜切成丝儿，那就是一会儿还有粥啊。嗯，再把豆浆热开了，你看真好。得忙活到6点，得俩小时。看着表啊，啊，6点了，推自行车往外走。骑自行车干嘛去？给人家送牛奶。又是一个生意。那当然了。哦，6点半。自行车换三轮车。三轮车小区的孩子们要送到幼儿园去。就一人干呀？对对对对。啊，他送孩子他得去。嗯，哦，7点半。嗯，公司打卡，这算正式上班。嗯，哎，8点半。嗯，开董事会。哦，那是管理层的事儿啊。9点半批文件啊，这是领导啊。10点半开始，嗯，接待各处来的投资方。这是自己的公司了，得忙活到中午12点呢。对对对，12点开始吃早饭。哦，12点吃早饭太晚了吧？你看这一上午他闲着了吗？你要不煮茶鸡蛋，不至于的。啊，12点连休息，啊，哎，再吃早饭。哦，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啊，差不多。忙活到中午1点，1点钟，1点赶紧这就开始了。干嘛呀？沏茶，把茶杯放在包里。哦，准备布鞋、白袜子、腰带、大褂。这要干嘛？上小剧场给人说相声去。啊，就这摊他也干？40块钱也得挣啊。
要是手指头不露钱，那当然了啊，要赶在两点之前到，两点开演，两点开场了吗？是是，两点开演，这进门穿大褂，哦，两点二十下场，哦，这孙子给人开场去了，这是。没想往后倒腾倒腾吗？嗯嗯嗯啊！哎，两点四十，小剧场门口摆摊卖十三香，这倒是方便是吗？出门就唱，一点不耽误。就好。哎，三点钟，嗯，视察新开发的楼盘。这身份转换来得及来不及呀、啊？他这个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哦，嗯，四点钟，嗯、随机挑选两个村子去捐款。好容易挣点钱还得都给出去，有进就得有出，哦，慈善，那当然了，是是。五点钟啊、疯了一样的往家里赶，干嘛去？打开冰柜把羊肉串拿出来化着。晚上这摊又要出了，六点客人都排好了，那是这老客套了。哎，七点准时骂街，骂什么街呀、啊？城管来了，哎嗨、啊，那也骂街。哎，嗯，八、嗯、点半。啊，开董事会，他就不怕董事看见他摆摊吗？他就有口罩，还在乎这个？这嗨，还戴口罩。九点半推车出去给人炒面，夜宵，炒面、炒饼、鸡蛋、西红柿、灌面汤，呵，真全。干这个，哎，哦，十点半找一个桥底下跟老太太们跳大舞，还有这闲心呢？得活动活动。哦，嗯。忙活到十二点，稍微休息休息，是得休息。掏手机，嗯，刷抖音，刷快手，干嘛？给漂亮的女主播刷礼物。哎，这不够他浪的。嗯，歇到凌晨一点钟啊，屏蔽左右，不让人靠前了。凌晨一点、哦，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部躲开我这儿。他要干嘛呀？要跟漂亮的女秘书谈私人感情问题。还有这个环节呢？这是凌晨一点钟，一点钟开始啊？对，哦，一点十分出去散步，就谈十分钟啊？啊，这感情问题就谈十分钟啊？累一天了，差不多。对，你不安排这环节好不好啊？差不多。哎，哦，两点，嗯，快捷酒店门口卖玫瑰花，好的，一点不带辣的。两点半啊，回黄崖关睡觉。还回去睡觉去？得赶紧，因为四点又得煮茶叶蛋了。这就别提这茬儿。哎呦，他要买飞机是怎么着？这厉害呀！啊，你别看就这么忙，这么大的家业，是他岳父岳母、嗯、老两口子感情非常好。那倒是，老两口子四个孩子哦，还哪儿有时间生孩子呀？给女秘书才留十分钟，这玩意儿，我是。没算出来这时间，在我心中他岳父是这份儿，好，哎呀，好，哦，真好，没法比，是吗？而且人家为什么人家才两家成为亲家呢？啊，为什么他的女儿嫁给于谦呢？有渊源、啊，就是因为两家门当户对，哦，都一样的身份，滴溜啊、哦，这就可以说你父亲了啊。你看他还没饶过去，不是？你看，嗯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们不能哪儿有真的呀？我其实老想跟大伙儿念叨念叨 啊, 啊，有的时候大伙儿说于谦他爸爸什么蒙古的海军司令了，八旗贵胄了啊，那都是瞎编的，那都不是真的。你生活中真见着他父母，你会觉得，嗯，就跟咱们自个儿家那父母是一样的，可不是一样的，可亲可敬的老头老太太。对，他们老太太可疼人了。是他妈就跟我妈是一样的，没错。老太太哪儿都好啊，那除了就是身体有点虚，有点贫血，这老太太没有毛病。哎，那岁数大了，她老太太贫血，是没事了就蒸点胡萝卜吃。那是补血的啊。我上家去，老太太蒸点胡萝卜吃，对对对，说补血，没错。啊，还吃什么那个蒸红薯、嗯、啊？是，反正那是红色的嘛，红薯都讲究这啊。吃火龙果，对啊，嗯，吃血豆腐。嗯，那就也是补血。拜关二爷，嗯，拜关二爷，沾红就算，嗯，红脸也算、啊。对对对对对，老太太可爱、哦，老头更可爱。老头，老头文质彬彬的，他是有学问，文质彬彬的啊啊啊！尤其夏天上家去啊，哎呀，那个小老头戴个金丝眼镜，特别可爱。金丝眼镜，他爸爸哎，穿一个小吊带儿、啊，没听说过，老头戴一金丝眼镜，穿一吊带儿啊。你看你这个人，你也穿过，我也穿过，怎么老头不能穿呢？谁穿过呀？就是那个白的纯棉的，这儿有一、啊、那啊，我跟您说吧啊，那叫跨栏背心儿，
啊，不叫吊带啊，不叫吊带，那叫跨栏背心啊。老头穿个跨栏吊带，哎，没听，干嘛非吊带？每回去都坐那看他写东西。哦，您又写什么了？是写日记呢，小子。老头有这习惯。咱哪年写的？嗯，87年就写了，那很早。桌子上大日记本，是，我能看看吗？你先戴上手套。干嘛戴手套？干净。嗯，他怕你手上有汗。啊，哦，戴手套，把本蹭脏。给我个白手套戴好了。嗯，我还不能摸他日记，得他递给我。那戴手套干嘛呀？你看呢？他得递到我手里再说。哦，哎，老头一哈腰拿这个日记，啊，哎，还护着胸口，啊，你先等。您说这还是吊带知道吗？不是，我看人家都护着胸口，护胸口干嘛？穿跨栏背心护什么胸口？哦，行，好，算我没说。废话，日记递给我了，小子看看吧。嗯，我这才接过来，打开了。嗯，1987年3月2号，今天开始我写日记了。就是看最早那记录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说得对，真好。嗯，2024年3月1号，我今天释放了，好，我又可以写日记了。一直在里边关着来了，那写什么日记呀？就爱这老头啊，有包袱是吗？意思不是有包袱，老头就这街坊四邻一提他爸爸都这份的啊，都夸都夸，有点什么事啊，嗯，谁都评不了，只要他爸爸出面准行。怎么他还能给人评事儿？于大爷，于大爷，坏了！那边几个小子打起来，动手了。他能管这个？老头把帽子摘下来了啊，送过去，事儿就平了。列位，这么大份，列位，嚯，明白了吧？啊，帽子到那儿打架的这帮人不动手了，就如同见着人一样。这说明老头身份呢？那倒是，那倒是，这是一般人做得到的。这还真厉害。一会儿那边打起来了啊！于大爷，于大爷，打起来了！怎么？褂子给他们吧。把褂子拿过去，到那儿这事儿就平了。呵，于大爷，于大爷，那边又打起来了啊！孩子们不听话，你到那儿就平了，不是平完了不给送回来吗？平一件事儿没收一衣服是吗？是，不是？这还得拿回来。于大爷那边又打起来了啊！老头不能脱了，是啊，就穿小裤衩，那倒是，亲自去吧。早干嘛去了？啊啊！老头亲自到那儿评事儿，哦，哎，一会儿，裤衩送回来了，嗯，老头送派出所了，好家伙，裤衩回来报信儿来了，啊，我是真爱，啊，有时候上他们家去，我就看着，看着谦儿跟他爸爸爷俩坐那儿聊天啊，喝酒，我都觉得是个享受，看我们爷俩聊，这个中国人这个父子，他跟外国人这个父子不一样。那当然，中国人这父子啊，他也是朋友，他也是君臣，他也是仇人。怎么还仇人？很多时候都是这个爹非躺着动不了了，他儿子坐床头，这才是真正的父子了，我才过话。他这个国情不一样，是，但是人家他们俩人，他跟他爸爸不一样，怎么呢？哎呀，多年父子成兄弟啊，知道吧？哥俩了，碰大瓶了，那个感情那个默契，我就坐那看着他俩啊，真感慨，是吗？啊，老头老劝他，你得努力啊。你还要努力，虽然说现在你台上也不错，有知名度了，嗯，你还要在传统文化方面下功夫。人家说的对，哎，这个相声会说，快板也得会唱，是，山东快书也得行，都要，打鼓也得会，哦，古彩戏法你也得练练，都鼓励我啊，来吧，嗯，今天我没事，咱爷俩练练古彩戏法。哟，他还跟我练古彩戏法？见过古彩戏法吧？啊，戏法是中国的传统东西，是魔术是外国的东西。对，古彩戏法就是穿一大褂，对，往这一站，从身上变各种的东西出来。你准知道在里边有，但是你看，哎，你不知人怎么挂的，看的是手法，跨鱼缸啊，什么火盆呢，啊？对对对，翻一跟头，大褂里头，哎呦，那是真能耐。是是是啊，老头，咱俩来吧。他要跟我练，你看这个玩意儿啊啊，我在那看着。哦，爷俩把褂子脱了，嗯，裤脱了。嗯，一人穿一裤衩，我还以为平事儿去了呢。没有没有，一人穿一裤衩啊，爷俩对着练，对着练。谦儿这一伸手，啪，怎么样？铅笔，铅笔。老头儿，你看我的啊，啪，钢笔。嚯，你再看于谦儿啊，嗯，黄瓜，嗯，你再看老头啊，这是茄子。你再看于谦啊，嗯，啪，
这是榴莲。我你先等一会儿。老头变一冬瓜。我不行不行。嗯，藏哪儿了？哎，这个就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。咱不知人家搁哪儿了，这跟传统艺术有关系吗？这个就是就一看家就来了。行了行了，咱这哎呀，看着羡慕哦，高兴，了不起啊！没有什么了不起，这是真真正正的北京贵族啊！嗨，又来了，这是大户人家，谈不到大户啊！您客气了啊！啊，家里边呢，摆设啊，家具是存了那些小玩意儿，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有点存相。不，您那不是存相是吧？他家里边，家里边各种传家宝都有。传家宝，可你咱们家有时候，哎，有一个碗，官窑的，这了不得了、哦、啊！官窑倒来，我们趁一个什么翡翠的镯子啊，我奶奶给我留下来，就了不得了。是这个到人家家根本就不叫东西，这都不叫事儿。他们家有的是那个偷来的各种传家宝，偷来的，偷了谁家传家宝啊？这是，反正是这竟是这好东西，没有偷的。老于家有一件东西，现如今拿出来，我觉得就富可敌国了。哎呦，您说这么贵重什么呀？你瞧，我都不知道。反正我粗略估算一下，得有六七百年了，这么长时间了。再往前倒，我倒不出来了。哦，之前还有，最起码元朝末年就有他们家这东西。这么老的一个，元朝末年，元顺帝至正天子，荒淫无道。哦，普天下刀兵四起，大丞相妥妥定下了十条绝后计，是要把天下练武的人士一网打尽。嗯，来了一位英雄，这人家住在怀远。哦，怀远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军常遇春。哦，这位英雄在五科场里边、嗯、马踏贡院墙，戳枪破炮，摔斗跳台，扯天子半副龙袍，揪袍裸带，九坡太师背砸怀王，单绑力托千斤闸，摔死金头王，撞死银头王，枪挑铜头王，鞭打铁头王，二十七座连营一马踏为了灰烬。有能耐，在五科场里边遇见一个人叫朱元璋。哦，哥俩是八拜结交。嗯，那会儿民间传说说天上来了五位瘟神。是瘟神呐、啊！啊，摇身一变变成哥五个。啊，说我们家姓温，找朱元璋要买2500斤乌梅。嚯、哦，这东西送到襄阳啊！朱元璋带着哥几一块去，身边有十个大个。嗯啊，名叫何二愣、范永眠、曹武、高石、薛仙、李霸、陈庆、冯胜、杨春、李茂，十个人，大伙儿带着2500斤乌梅送到襄阳，没人接货。哟，一回头这儿有一个庙，嗯，写着是五温祠。哦，进去之看里边，哎呦，五座瘟神的像在这儿。朱元璋磕了一个头，五座神像全倒了。嗯，襄阳大乱。嗯，就这些个瘟疫全起来了。哦，哎，但是巧就巧在。乌梅是治病的，嘿，挣了钱了，名声大作，嗯，并且去到王府给襄阳王治病，是才引出来了菊花会一体反诗，菊花会上这个宝贝现身了，哦，他出来了，哎，就落到朱元璋手里边，啊，到后来朱元璋推倒大元，建立大明，他就是明太祖。洪武31年，朱元璋宴驾，嗯，皇上死叫宴驾，是死之前说了这个宝贝要给我陪葬。要跟他一块儿，这句话就出了事了啊！北京那会儿有一个四殿下燕王朱棣，是啊，朱棣说这个不行，万里江山我可以不要，但是这个宝贝我得要，他得留。起兵靖难就是燕王扫北，哎呀，到后来驾坐在首都啊，他就是永乐大帝，是是，这个东西就成为明朝的国宝了。哦，一代一代传下来，传到明朝的末帝四宗朱由检，嗯，就是崇祯皇帝。对，崇祯帝有道无福。在位18年，汉9年，涝9年，你看刀兵滚滚，逼反了大西王张献忠，闯王李自成，齐大军直抵京华，大太监曹化淳开张仪门献降，闯王进京，崇祯帝擂鼓创钟，文官不见，武将不朝，万般无奈，身边只有这秉笔大太监，他叫王承恩。嗯，君臣二人跌跌撞撞来在了景山之上，刻破中指，写下血书，
口称李闯，进城之后我朝中文武刀刀斩尽，个个杀绝，千万不要惊扰我的百姓。崇祯帝上吊了，大明灭亡，闯王进京，是李国珍棋盘接骏马，铜棍打死吴兵部刘宗敏，霸占陈圆圆。消息传来，山海关气坏了吴三桂，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我是焉能不报？下沈阳请清兵，十四王多尔衮带兵入关，江山一顶，改国号为大清。真好，这个历史啊，这东西，这个东西就成为了清朝的镇国之宝，传下来了，传到顺治甲子年八月，有一天清库清库底儿发现它了。是顺治皇帝看完之后眼泪下来了，怎么？哎呀，有这个东西在，我不能在朝里待着了。五朝门外写了几句话，悔恨当初一念差，黄袍换却紫袈裟，朕本将军一大死，因何落入帝王家？打这起皇上都不干了，上五台山当和尚去了，出家了。这个事儿就没有人再敢提了。嗯，一直等到咸丰年间，你们家有人做了官了。你的高祖。那辈儿上高祖就是你曾祖的父亲。是是是是，这差六辈吧？得是六辈。老北京讲话，好家伙，你缺德缺六辈儿，就这个。谁缺德缺六辈？差不多六辈儿了啊。这个高祖很厉害，怎么？从小有神通之美誉。十六岁进翰林院，身为编修。是。这一日正在抄书馆中奋笔疾书。内廷总管说淑妃娘娘有请。你高祖吓一跳。是。这个淑妃娘娘可不是一般人。怎么？想当初西域有一科勒国。欠我大清三年共享，万般无奈，进来美貌女子西勒玛雅伊斯拉巴汗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倾国倾城啊！皇上一见此女，大吃一惊，好一次凉水浇头，怀里抱着病。要唱杜十娘，这皇上就把她封为了淑妃。嗯，在朝中权势熏天。今日无故选召，为了何来？米高祖急忙忙整冠束带来在了内廷。但则见碧沉沉，琉璃造就，明晃晃，宝顶装成，楼台殿阁，雕梁画栋，好一派人间仙境，漂亮。往这儿一跪，娘娘，微臣在此候旨。娘娘乐了，说：“朋友你好吗？”这是什么味儿？这是哪国娘娘？这是娘娘普通话差点啊！嗨，宣他来有原因，你说事儿，要把这宝贝送给他啊！就这个宝贝送给他了，就到你们家了。抱回来其实是很为难的。怎么？有心要吧，这是皇上家的东西。是是。有心不要，娘娘赏的，不能不要。包了又包，裹了又裹。嗯，在你们家后院埋波树底下就把它埋好了。哦，是指望后辈儿孙吃这个就吃不清。是是。一直到庚子年间，1900年，义和团反清灭洋，在北京东城西总部胡同打死了德国钦差叫克林德，嚯，弄恼了八国联军啊，攻破了北京城。嗯，八国人进了北京，皇上就跑了。是。文武大臣也跑了，保驾的帮闲的说相声的全都跑了。哎，好，全跑了就完了呗。八国进北京，你站南我站北，他众多他站西，就把北京城就给分了。哎呀，那时间你们家住在前门外前门大街，是有八条大胡同。就这八条大胡同。谁哪八条大胡同？怎么又出了这八条胡同？有八条？没有啊，没有，不住那儿。你们住街那边啊？对，前门外前门大街大讲究胡同往前走，奔右拐，第三个门就是你们家。他知道。哎呀，那会儿正是乱的时候啊。是是啊，你想啊，这个出了事儿了，德国人在北京到处搜捕义和团。哦，当时北京有45个说相声的联名举报，说你们家私藏义和团。你看，说相声就干这事儿。瓦德西一听，怎么着？啊，有人私藏义和团呢。哦，带着德国兵上你们家就来了。哦，这屋搜那屋找，这屋瞧那屋看。啊，推开门就看这宝贝了，啊，烁烁放光。嚯，当时吓死了6个德国人。哎呀，瓦德西抱头鼠窜，屁股尿流。嚯，打这起也不插街了，也不搜义和团了，没事了。一直等到各国公使联合签字的时候，唯有这个德国不签字。哦，当时大清朝全权的负责人叫李鸿章，李中堂。嗯，一瞧德国人不签字，吓坏了。啊，哎呀，瓦德西将军为什么不签字？是难道说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提出来吗？啊，瓦德西摆手，非是我国不愿合约。哦，只接因在前门外前门大街大讲究胡同往右拐第三个门有家人家，啊，这咱真清楚。据北京说相声的举报，他家有一件宝物，无故放光，吓死我国士兵。若有此物得一致，绝不合约。哎呦，内务大臣慌忙跪倒，口禀中堂：是方才瓦德西将军所言确有其事，在北京前门外前门大街大讲胡同往前走往右拐第三个门。就别说了，这贫不贫呢？说细致一点，他家有一件东西，年深日久已成宝物，并非无故放光。是瓦德西说：怎么宝贝啊？对，二次参观。
各国公使都来，到这一瞧，这东西了不得了。怎么啊？非要带回国家给他们国王看看不可？他带走？那你们家人不干呢？当然不干。最后是各国公使联合签字，才让他把这东西带回德国。哦，德国的皇上正是威廉二世，你看看，抱这东西眼泪都下来了啊！哎呀，这个东西可就不错呀！这是二世啊，这保定二世这啊。后来送回来归还你们家，存了这么些年、哦、一直在你们家，慢说你们家镇宅啊，可以说得起这是国宝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哎，它是一个聚宝盆。哎呦，这早就听说过。你看不让看呢啊，聚宝盆不让看啊。于谦都跟他爸爸说过，我得看看这东西、嗯、老头说哎不让看。不行，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不能看这东西。谁没有血缘关系？哪儿我能没有血缘关系？其实就是一个推辞，拿这当推辞啊。哎呦，不不打，老头太没溜了啊。不能看不能看啊。但是啊，是我看过一回。怎么着，你有血缘关系？哎，没血缘关系。那你怎么就看着一回？春节前啊，他爸爸找我，嗯啊，给我打电话。嗯，大哥，对，等会儿他管你叫大哥呀？小名叫大个儿。小名这缺德名字呢啊。过年了，来一趟吧。啊，知道你毛笔字好，上家来给写点东西，贴在屋里边啊。哦，让你写东西，这么个事儿。哎，我去吧，就是年前，是吧？我去了，我一看桌子上，好家伙，纸笔墨砚都弄好了，预备齐了。我说干嘛呀，爷们儿？啊，过年了呀。对呀，你给我们写点挽联啊。挽联啊，这大年下的那叫春联，人都贴上了，咱已经挽了好几天了，那也叫春联啊。贴点春联。对，因为我们家每年年三十的时候要哀悼一下，哀悼一下，就挂上祖宗像嘛，祭祖。我们要祭祖。对了，孩子们都来了，每人再给一份抚恤金啊。嗨，这叫给红包。所以说这必须你写，你写得好。那倒是。我说爷们儿，我是应该写，但是您这一说我也没有什么词儿，我酝酿一下啊，想一想。聊天的功夫您这样啊，您能不能让我瞧瞧您家里边这个传家宝聚宝盆呢？你瞧，这就是不能白写。老头乐了，哎呦，这小子啊真坏啊，今儿也高兴是吗？趁着于谦不在啊。好，哎，谁？我不在，咱后边瞧瞧吧。哦，老头带着我到他们家后院。哦，到后院啊，藏后头了，门上锁着大锁。哦，老头一伸手又打后边，这是古彩戏法的底子、嗯、把钥匙掏出来了啊，变出来了。嗯，一个大铁圈，大铁圈，这么大铁圈，大铁圈上面挂着365把钥匙。干嘛挂这么些钥匙？全家所有的钥匙都在这铁圈上了，365把，按照一年365天来的，这么算出来的。哎，每把钥匙半斤。好家伙、嗯、拿出来了啊。您就不用这个相声词、啊、好的啊。嗯，开着门，后院是宝库。那是。哎，你爸爸李宝库 啊，你爸爸才李宝库呢。对，但是他忘了哪个钥匙是开这个的，那怎么办、啊、对吧，挨个试，挨个试。哎呵，还太巧了，第一个就是最后一把试。呵，那你从那边开不就完了吗？嗯，下回下回下回啊。哦，打开了，哗楞嘎嘣门开了。哦，进来进来，小子跟我进来看看吧。进来，好家伙，进去我就傻了。怎么了？就这屋里摆这些东西，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从来没见过，都是个咱肯定知道是好东西。哦，但是你让我说这是什么，这不知道，不认识，咱不认识，也不敢瞎动啊。哦，好家伙，站着我都，哎呦，我别给碰了呀。啊，就站这儿，老头乐了。嗯，可不能白看啊。怎么？待会儿给写写挽那个对联，春联。也对了，那个春联啊。哎哎哎哎，好。我说爷们儿，别的我都不看，我就看看聚宝盆。这早就听说，在这儿呢。来，咱有一大柜子。哦，打开了，端出来，嗯，往这一放，我一瞧，这个我可能上当了。怎么呢？平淡无奇，不出彩吗？就很像你说家里给孩子洗澡那个盆，塑料的，不是，它是金属的，啊，就是黑乎乎啊，大铁盆，咵，搁在这个凳子上了。哦，爷们儿看看吧，这就是，这叫聚宝盆，就这样。您这玩笑了吧？哦，这怎么这有什么？新鲜的。对呀、啊、你瞧瞧，别着急啊啊，就是今儿个谦儿不在家。怎么老说我不在家的事儿？老头一伸手打怀里边啊，掏出来一张100块钱钞票。100块钱钞票啊、哦、你看看真假。嗯，我说这个没有问题啊。是啊，就真的，给您。嗯，
老孙你看着啊。啊。干嘛啊？干嘛呀？他要变啊？是怎么着？展示一下，真的啊？不展示你扔那么大身上干嘛？拿起来，就搁在这盆里边了。这钱就搁盆里边。哦，我说这个他有什么新鲜的啊？啊，拿起来吧。拿起来。一伸手，这张100块钱拿起来，再一回头看，盆里头是又有一张100块钱。啊，这就生出一张来是吗？哎，这太……哎呦我怎么着？又来了。还有，哎呦啊！我没完没了，整拿了10张，扔一张拿10张。老头喊：“够了！”这是个窍门啊！怎么着？你要不喊，老有。你告诉他够了，他就没有了。这神奇，够了，哦，赢了。是，你看看吧。哎呦，呵，全是钱。这太神奇了。哎呀，哎呦，这一模一样啊。是吧？当然这钱肯定是花不了。为什么呢？号码一样。哎，废物盆这不是不这不是啊，不是大爷，这就一张能用啊。就说是呢，那不灵这个、啊、但是已经很叹为观止了。生出十个，这还能变别的吗？啊，老头你看我这个怎么着、啊、这是把假牙摘下来了啊，什么都成。老头这假牙呢，整口连一块的那种，啊，上下连着那种，整口的，两排。哎，两排那种，扔在里边了。哦，拿，这拿起来，再一回头，嗯，又有了，两排假牙。好家伙，哎呀，嚯，拿10个，老头说够了，没有了，10个假牙，码子一桌子，这管什么用啊？这个。我说大爷，这10个假牙，你看都，就没有什么用处。对呀、啊，小子啊，这算是我对传统艺术的支持。这跟传统艺术有什么关系？你回去开一个太平歌词的培训班，干嘛用啊？每个学员拿一个。啊，杭州没听美景盖世，拿假牙掐板呢，跟玉子是一样的。我这不一样。我说这还能辨别的，你看我这假眼。哎，不行行了。好家伙，弄这么一堆这玩意儿，这不这瘆得慌，瘆得慌 啊！哎呦，我没想到，我今儿是开了眼了。哦，今儿没白来，我这见着真的了。我得给您好好写一副这个对联，写春联贴在墙上啊。好，现在就去。好、哦，我说您别着急，我还没酝酿好事。走走走走，赶紧写。我说我再看看，你这别就，爷俩这么一争竞啊，我一不留神怎么着，给你爸爸推着坐到盆里边。他坐在盆里头了。哎呦呦，大爷，快起来！赶紧把他搀起来吧。我不是故意的啊，没摔着吧，大爷？啊，又一个呀！哎呦，快！来，大爷，不是你，赶紧喊吧。对，哎，你往那边挪来。我好，是都没地儿了。整10个，得喊了，就赶紧呐！一着急，语气错了。怎么错了？够了吗？改疑问句了是吗？盆以为还不够呢，这又来10个。你说我说没见过这傻盆呢。嗯，搀出来，我说，哎呦，这叹气。盆以为我叫好呢。嗯啊，这是叫好吗？这个又来10个啊！嚯，就别这样，他干得更起劲了。你赶紧喊就完了吧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这屋里边70来个爸爸。好家伙，这富裕了。于老师，你说留哪个不留哪个？哪都甭留。看着这帮老头，当时我就高兴了呀。高兴什么呀？我对联有词儿了。那上联是什么？哎，上联是这个天增岁月娘增寿。下联呢？春满乾坤爹满门。哎，去你的。有半辈子。那差不多。挺感慨。嗯，这是我最应该感谢的人。不敢当。哎，您客气。您过奖。真的啊，有谦儿哥站在我旁边，嗯，我特别踏实。啊，这搭档时间长了。说相声讲究就是这话呀。嗯，我这儿说完了，不能掉在地上，他就得接上。当时就得接。不是每一个相声演员都能做到这一点。这考默契，这是个节奏的问题。哦，谦儿哥接这个了，这份还行。比如说，我这儿有一盘子。嗯，我无论扔到哪儿去，嗯，于老师都能给你弄回来。有时候也磕在牙上。没有这么比喻的。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啊，一晃我们都是这个岁数人了。是我们小的时候那事儿就跟在眼前似的。
刚过去一样。妈呀，我十六岁进北京。哦，感谢我当年认识的谦儿哥。啊，进北京就见着我了。就见着他。嗯，哎呦，崇拜他，崇拜都不行了。那时候啊，他比我大四岁。对，真的啊，是干什么事我都觉得这个人就是我的榜样啊。哦，就学习啊，你包括那会儿，我十六岁进北京，嗯，还想方设法的学相声啊，跟谁去演啊，嗯，是不是能到什么专业文工团呢？哦，有这想法。那会儿人家电视台录小节目，什么电视剧、儿童栏目就已经都有。对对对对，那演儿童剧啊，做栏目什么。他们说那谁于谦明天电视台录像，是给我们羡慕的，就进电视台了。那个年头还了得呀！啊，谦哥天天练，嗯，说快录像了。哦，导演让我练吹那个唢呐，那是传统的乐器啊。他其实他也不会，还就比拿那唢呐，啊，吹。小孩出声就行啊。嗯，录像的人给他换衣裳呢。对，换的衣裳都是各种口袋，口袋，口袋里掰了一块一块那个烟饼，就是点着了冒烟。哦，就装好了。嗯，开始。是。于老那身上冒着烟，嚯，拿那唢呐，啊，真热闹。哎呀，咱看着羡慕。是。后来我问你，于老师，嗯，我那个录像您演的是什么呀？演什么呢？他有点害羞，干嘛呀？导演让我演一屁。哎，我说全是烟饼呢，啊，真感慨。那会儿小的时候就觉得这就了不起了，演一屁就了不起了，就想啊，反正我那会儿就觉得，在我心中于谦就是神仙。嚯，真的，我不懂了，问他。哦，他确实啊，吃烧饼都得去哪家买？我讲究酱牛肉到哪个老字号？那好吗？买布鞋上哪儿？嗯，帽子是谁家的？对，就这么讲究。是是，哪怕于老师今天感冒了，嗯，去买感冒药，嗯，叫着我走，干嘛？咱们上同仁堂。对，也去挑牌子。感冒药他都不，同仁堂那就是正宗嘛。我就是个小跟班啊，后边跟着。那时候跟着我进同仁堂，大模大样。啊，把那个乌鸡白凤丸给我拿来。嗯，乌鸡白凤丸治感冒吗？你看偏方治大病嘛，啊，这是偏方吗？这个出去洗澡去啊，谦哥带着我，嗯，走，青花池。对，青花池是北京洗澡的老字号，老字号。嗯，给指那匾啊，啊，这挂着块匾，青花池。对呀，啊，给我讲，看见了吗？青花池。嗯，清朝光绪年间的这块匾。老扁了，洗澡得在这种老字号，嗯，咱们才能体现身份。那是，嗯，这说着介绍啊，嗯，脱个一丝不挂，洗澡吗？我是很害羞啊，这害什么羞？因为是在马路上，哎啊，在街上我就脱了，就在马路这边，他指着那边那扁，嚯，嗯，还在马路这边啊，我哎呦，怪害臊的，嗯，那就去吧，过马路吧，啊哟，我给他抱着衣服，抱着鞋，啊。过马路，谦哥大模大样，一丝不挂，我倒不在乎，我就别嘚瑟了。这马路来回走六趟车，这么宽，宽啊！哦，他跟大伙打招呼了，是，行行了，行，我洗澡去啊，洗澡去。哎，注意车，看看看点车啊，没有看车的了，嗯，都看我了。嗯，敢等这个进了澡堂子，进了青花池，嗯，于老师就看出谨慎来了。哎，我怎么谨慎呢？就怕人偷拍呀，啊！马路那儿已经上热搜了，我上这儿防偷拍来干嘛呀？监视着每一个人哦，每一个包间，于老师都得把门打开，我都得问问。啪！干嘛？你们几个干嘛了？哦，就搓澡的呀。是，便宜你们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啪！啊。你们几个干嘛的？修脚的呀。嗯，好自为之。这都不挨着。啪，嗯，都别动。嗯，你们几个别动。干嘛？你们几个是干什么的？嗯，我们就在这看车的呀。啊，我又出去了，我呀，我都碰上看车的了，我。哎呀，我可佩服他了。这有什么值得佩服的呀？就咱俩这种交情，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老天对我最大的恩赐。您也是那时候开了眼了。那错不了。嗯嗯，就人这一辈子没有亲戚可以活，没有好朋友活不了啊。是得交朋友，朋友有远近，亲戚有厚薄。
哦，朋友分多少种？哦，有的就是酒肉朋友，吃喝玩乐啊，有那种是；有的是关系一般，你比如这个点头之交，是什么叫点头之交？我给您举个例子，你就明白了啊。可以，比如说我啊，郭德纲，嗯，假的。举例子啊，举例子，假的。比如说我，嗯，在中国相声界的人缘不是很好，这是假的吗？这个假的，人缘不是很好啊。走在街上，对面又来一个说相声的同行，又碰上了。他看见我，他就愣了。哦。哦，这么抵触啊！看见郭德纲了，嗯，打招呼吧，嗯，要传出去，让其他同行知道了，就得害我。嚯、哦，不打招呼，万一有一天我要用上他怎么办？太矛盾了。思前想后，点头之交。怎么点头？哎，冲我一点头，嗯，哟呵，解着恨的点头。点头之交，嗯，啊，还有一种叫忘年之交。什么叫忘年之交呢？忘记年龄的这种交往，没太明白。你看，嗯，忘年之交，比如说啊，又举例子，咱哥俩吧，好吗？嗯嗯，我60岁了。哦，60，您比我大4岁。我64，他64。嗯，我60，他64。是，嗯，您有一个女儿，貌美如花。哦，你说身材呀、相貌啊、皮肤啊，方方面面。嗯，都是这份儿。接着说。然后吧，他就很喜欢我。啊，我说那去，您不同意？不就还就胡来了那个？是是。我说你不能这么想啊。哦。我跟你父亲关系很好。对。我跟你母亲关系更好。别提这个。别提这茬儿，我不能说，不能说啊。对，嗯，所以说这个咱们不可以在一起。是，姑娘说我们要打破世俗的偏见。嚯，哎，就这句都听进去了。嗯，于是我们要寻求真正的爱情。我们不在乎那些人的闲言碎语啊，我们要自由的。行，不用想好听的说啊啊啊！流氓就是流氓，知道吧？什么忘年之交啊？您这就是忘年之交，没听说过。哎，中国人有句老话嘛，啊，嗯，这个俩人交往，哥俩好得换来一边大。那倒是，是吧？你包括外国人也有这方面的谚语。外国啊，有一句那个英国的老谚语说的特别好。哦，怎么说的呢？受人点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。这是英国老谚语吗？这个，这个当年我在伦敦留学那些年的时候，不是这个我能理解 啊，人当地可能有这种话啊，但是这是翻译成中文，您得用老英国谚语那句话，英语怎么说？你糊涂，受人点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。是，这我听明白了，我就说英语怎么说？您不是老英国谚语吗？英语怎么说呀？我呀，60，你64。哎，嗨。你有一个闺女，不用打这岔啊！咱们提到这儿了，您受人点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。用英语来说就是怎么着 ？You did did me， 哎，哗啦哗啦哗，又嗨，哎呀，您这玩意儿全是相声词啊！说相声的不说相声词吗？就说这个交情在这儿，哎，说所有的交情摆好了，这里边最厉害的是生死之交。哦，就是过命的交情，那就厉害了，升华了。怎么讲呢？我给您举一个例子。又举例子？又是咱们两个人。好，好不好？好好。生死之交，那于老师，我是怎么样？是一个很出色的相声表演艺术家。哟呵，我都艺术家了，哎，艺术家。好好。嗯，像什么相声大师侯宝林，哦，马三立，嗯，刘宝瑞这些个前辈，您都不认识。哎。那我什么艺术家呀？我不认识这个。但是您的艺术得力于熏陶。我怎么熏陶？你看过农村的露天电影啊？你看过耍狮子，看过踩高跷的？是。你看过东北扭秧歌的？这都跟相声没关系。你还看过河北跑旱船的？这不挨着呀。啊，反正这些东西在您心里边就
奠定了您要成为相声专家的基础。反正我就喜欢相声。于是机会就来了。来什么机会？北京要成立一个中国相声总团。嚯，这么大的牌子！您觉着属于我的时代来了。哦，该我了。我于谦要去北京，要去报考中国相声总团。我就理想。这会儿的天气是深秋，就是快冷了，寒露时节。您正忙着呢。我忙什么呢？您在甘肃平凉帮人家摘苹果。我还摘苹果？摘完苹果之后要去敦煌干嘛呀？采摘棉花，收棉花，然后是湖南晚稻收割，这活累。东北五大连池摘豆子和玉米，还两种。江苏扬州帮人家采藕。不是，全国的农活都我干的啊！你有这个手艺啊？我会这也不能包了啊。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，您正在河北省石家庄。我在石家庄干嘛？因为秋冬季白菜刚出苗，我还得给人建苗去。您高兴坏了。哦，农活我不能干了，要去北京啊，报考中国相声总团。我要去。拿起电话来，先给广西南宁通知一声。我跟那儿联系什么呢？豌豆苗的事儿我不去了。废话，别惦记这个。于是您打石家庄奔北京。哦，这就方便。你要打南宁走得多麻烦。是不是石家庄近？眼前您就来在了北京的最南边。地方叫大兴。啊，大兴是北京的最南端。紧南边这地儿叫大兴。是。再往北走一点儿，您就到北京了。是，就能考了。有一点小问题。出什么事儿？大兴这儿挖了一条沟。挖沟还能挡着我吗？这条沟啊，宽40公里。我。啊，长320公里，啊，深45公里，我让通天河给我挡住了。我这闹妖怪不闹啊？这地方，眼泪下来了啊！再往北走一点，我就是中国相声总团的演员了。这我过不去了啊！坐这儿哗哗的流眼泪，伤心了。万幸，啊，村长出来了。干嘛呀？为什么哭？问问。我要往北再走一点，我就到北京了。对，我要上去中国相声总团，那过不去。村长说：“你别哭，嗯，正好我要出去办事儿。哦，上我的车给你捎过去。哎，这好心人，过了沟不就行吗？嗯，对对对。但是不敢保证送您到那地儿啊。也不用，哎，绕过去就好。这就感谢。哎，说这儿您下车吧，我们得去办事儿。到了，您自己往北走吧。好。”下车这地儿我不知谁对北京的路熟啊。我哪儿下的车？下车地儿是北京的昌平。昌平是北京的最北边了。对，成功的绕过了北京城。哟，您往北走吧。啊，您就往北走啊。哦，终于您看见五台山了。我都走到山西去了。多年后有记者采访问到您，说当初这段迷路对您的事业有影响吗？是啊。于老师云淡风轻。我说什么呀？贫僧，我出家了。我啊，我那么想不开。你在五台山种了3年油麦。我还没离开老本行。之后您就成为了相声表演艺术家。您这话我没听明白。怎么哪儿？我干一辈子农活我就成相声表演艺术家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你就是相声艺术家了啊？你说不行啊，我得有履历，我学过，或者我怎么着。你有点不懂事儿了。怎么了？我说你是相声艺术家，你点头好的就完了。没听说过。哪儿？你要是这么矫情的话，那很多艺术家根本就解释不清楚。别没羞没臊，说你是，你说啊是。哎呀，哎，我竟无言以对，你这玩意儿。当然了，要多少还是需要一点借口的。这所以说，你为什么会成为相声艺术家呢？您说说吧。因为你素质高。哎，素质也是一方面。提升了自身的修养。是是。净干好事了。干什么好事了？哦，比如说你帮助老太太过马路，扶马路。哎呀，走，过马路。过马路呢，一次半次的。那就好，一天700多回扶老太太。一天就700多，哪有那么些老太太呀？你就可着一个福呗。哎呦呵，哎呦，就一个老太太来回走，这一天老太太步数也够，都合适。老太太倒锻炼了，提升了素养，而且你还帮助老大爷找儿子。啊，老大爷找不着儿子了。老大爷坐马路边抽烟呢。嗯，您过来了。哦，老大爷，您儿子呢？是啊。
我儿子上班去了。哦，不要难过。嗯，以后我就是您的儿子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好，人老大爷儿子上班，人还下班呢。你再找下一个老大爷，我就给人当儿子去。第六，净干好事，你还帮助渔民打水。这我又听不懂了，渔民人家挨着水呢，对啊，用我渔民在船上干活呢，啊，你拿个盆哗快点水啊，要水吗？是是，渔民很高兴啊，滚，哎，这不是也就这么的，对吧？你还帮助、啊、帮助农民伯伯喊加油，这怎么喊啊？农民伯伯种地呢，啊，你站在马路边上加油加油，我也是浪的，对吧？哎，提升了自身素养。哦，别人都说德艺双馨，是你虽说没有艺，但你一身都是德呀。那管什么呀呢，你有德你才能出去散去啊，我散德行呢，我这。于是您成为了相声表演艺术家。行，您说是就是。一眨眼您已经73岁高龄了。你瞧，相声艺术家这日子真好混。嗯嗯。73岁高龄相声表演艺术家于谦老师。嗯。每天下午3点准时在天津德云社对过的马路上说相声。我在对过马路上说相声。对对对对。那马路对面不是全是咱们热心观众吗？因为您呐、啊、您有幽闭恐惧症。啊，只要这房子有盖儿你就活不了。必须见太阳见天儿你才能说相声。啊，我老得露天。哎，就得露天。哎呦，你的粉丝你的拥趸爱看不行了都。我就见不了顶棚。就是要看于老师这六个粉丝啊就天天围着你啊。就6个人呢。有一个是孕妇还没生呢。哎呦，不在这名额了我。又给于老师扔钱呢。啊，哗楞楞楞楞，哗楞噔噔噔，我全钢镚儿啊，有整锣的，是吗？3000万、5000万的扔给你，哎呦，每一张上面都印着玉皇大帝，好家伙，这就点火，于老师拿钱来不？冥币呀，给我，棒，自媒体就来了，还有自媒体，大批的自媒体拍照片，嚯，发头条，发抖音，哦，发什么？啊，老艺术家红扑扑的脸蛋衬托了郭德纲的黑心，怎么还有你啊这里头？你看这就捧你是为了踩我，知道吗？哦，哎，你是有用处的啊！哎呦，天天你跟那儿说相声、哦、啊，指着对过德云社的门骂街，天天骂。我还骂街？我们不识啥，我们不看，假装看不见、啊。别理他，哎，别理、嗯、别理他啊！哦，别让他讹上。嗯，是是是。哎，人群外边进来一个老先生，找您谈事儿。老先生怎么？哎，说于老师、啊，我听了您好几天了。哦。嗯，喜欢您的表演啊，那太好。昨天没来，昨天下雨，我没来啊。哦，听说您还在这儿一直站着来着，嗯、我雨地里还站着呢。嗯，我是一个赞比亚的华侨。赞比亚？赞比亚是非洲中南部地区，是稍远点，这个地方离咱们很远。是，它出木头。嗯，你看你们玩那手串的紫檀、雪檀。哦，赞比亚的最好，硬木，当地还出铜。哦，有矿，金银铜铁的铜，好啊！赞比亚的铜占全世界25%，哦，保有量不低。出铜、嗯，当地最爱吃的一种美食叫恩西玛。什么叫恩西玛？有一种农作物叫玉米，您知道吗？知道，是玩一辈子这玩意儿了，你还不知道玉米吗？这是老就是玉米成熟之后上面 K 下来的颗粒，那就老玉米豆啊。哦，把它碾成了粉，棒子面，哎，加上水熬熟了啊，恩西玛，就是棒子面粥啊，产这个。他那国宴都是恩西玛，国宴都喝这个。一说请您去，您高兴了。那是真到赞比亚还了得啊！盘着木头串、哦、戴着铜帽子，嗯，扎在盆里喝恩西玛，好家伙！我什么德行啊！我得一说这时间，我去，当然去。于老师决定要去恩西玛盛产地巡回演出、哦、啊，就赞比亚，该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相声艺术家。哎，我们让他们见识见识，对不对啊？嗯，当时坐车，嗯，先奔北京六里桥长途汽车站，嗯，我都没听说过啊。我上赞比亚，我坐长途车去啊？不是，你算了一下，机票很贵，啊、那也不能坐长途啊。你打算？坐船去，哦，那可以、啊、坐船，嗯，哎，船呢过了印度洋就是非洲，走海路啊，嗯，到北京六里桥长途汽车站，嗯，坐长途车到天津港码头、嗯、啊，这对了，一问呢，这个船票比机票不便宜啊，还贵啊，哎呦，但是于老师聪明啊，想了一个办法，我怎么样，找了一根绳子，干嘛呀，拴在腰上，那头拴船上啊，你开就得带着我啊，他倒落不下我。你看多聪明啊！那倒是。先买绳子，嗯，又准备了咸鸭蛋和这个榨菜。
我带这么些这玩意儿干嘛？这玩意儿跟恩西玛绝配。我想的还挺多，你知道吗？准备好了，塞得了，绳子系腰上，嗯，那头拴在船上，是，你就在水里泡着，我就等开船，就等这船走。哦，这个船是刚来啊，嗯，来了之后它需要调整、检修，大概一个月之后才走。我是不是下去早了？嗯，等着吧，30天，一会儿就到了。那也当然，泡着泡着，于老师说：“哎呦，有个事儿我没琢磨透，怎么呢？我既然要坐船走，我何必上北京长途汽车站？那我每天在天津德云社门口说相声嘛，啊，到天津港多方便啊！这俩冤钱花的啊，这事闹的、啊。哎，这天一个月了，哦，泡一个月了，码头上来人了，谁来了？我来了。您怎么这时候才出现？生死之交说的是咱哥俩，您都出场半天了，我得露面了啊！这您来了，我到这儿是有点小事情要做。有什么事儿？我买了20艘游轮。哦，啊。我来接船。您先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琢磨琢磨啊。好，嗯，我这儿为省点机票钱，我都泡海里一个月了。嗯，您买了20艘游轮，就是小游轮，40层楼高那种游轮。嚯、哦，您管这叫小游轮呢？我今儿来接船来了。哎呦，带着我儿子上这儿来。带着哪个儿子呀？啊、郭麒麟去拍戏去了。啊，带着郭老二。啊，带着安迪。啊，带着小儿子来。嗯嗯，我这跟人谈哪艘说事儿。是，这小孩儿，你小孩儿就是不懂事嘛。怎么了？他要撒尿，这叫什么？怎么叫不懂事儿？你看他简单，他看看没有洗手间、啊，心说也没人站在岸边往海里边尿呗。小孩就随意。他哪知道海里边还泡着艺术家呢？啊、嗯，肯定得找艺术家呀。那错不了啊，啊站着就尿。哦，底下老艺术家正看着他。嗯。啊？不告诉他一声吧？哎，啊喊，哎嚷。哎，嗯，哎呦，哎呀，哎，哎呀，咽了还，我这一点没糟践呢，这是给我儿子吓坏了啊！拿手一指，是海怪，没听说过，什么海怪呀、啊？我赶紧拨了开哪儿啊？哎呦啊，谦儿哥呀，认出来了，不是，啊，您怎么最近没上德云社门口骂街去呢？啊，没工夫，我这洗海澡呢，嗯，我这。捞上来吧，啊，给老艺术家捞上来啊、哦！怎么回事？是他把事儿一说，嗯，我眼泪都快下来了。怎么呢？为省机票，您说您至于啊？啊，打发人去，啊，给他买机票，非洲的机票 啊, 啊，买头等舱。哦，您给我买机票？那是啊，宋宇老师上飞机、嗯，头等舱，最好的飞机起飞，嗯，奔坦桑尼亚。哦，哎，不对。不是去赞比亚吗？怎么会去奔坦桑尼亚？老艺术家想的周到。我怎么了？万一我要跟郭德纲说我去赞比亚，他抢到我前面去怎么办？怎么着？那边恩西玛不够分的是怎么着？我干嘛这么抠抠缩缩的？我不能告诉他啊！哎，这个坦桑尼亚、赞比亚这俩地儿挨着接壤，是我落到这儿往那儿走也行。哦，近。唯一遗憾就是我说错话了。怎么？我不该说是我一个人去。那我应该说俩人去，啊、这样他能给我买2张机票，我还能退一张。什么心眼儿这个？哎呀，我在海里泡一个月了啊！他接了20艘游轮，对，我还得找自媒体骂他。嗯，这就骂呀！我就说呀，他上码头上来呀、嗯，没带郭麒麟，说明他偏心。哟、嗯、嚯，一带节奏就有。嗯，这太坏了。等我回去，我再害他。哎呀，说话之间，飞机降落在坦桑尼亚。哦，于老师缓缓地走下来，到了坦桑尼亚有一个伟大的自然景观，什么呀？动物迁徙。对了，呀，狮子呀，什么这个等羚角马呀，长颈鹿，对，各式各样都乌泱乌泱的、嗯。对，准备迁徙。嗯，一回头看见于老师啊，哟，动物们都傻了，看着我，艺术家啊，他们都认识我呀，就是动物认识你，嗯。哦哦，哎，动物最灵啊！是，一提鼻子，嗯、哎，这个人没有人味儿啊！是啊，追，哎，追啊！啊，草原上哪成千上万动物？啊，追于老师。哦，于老师跑吧。那是，仗着您扭过秧歌，跑过旱船呢。我有底子。于是您就跑到了赞比亚。合着我是迁徙过去的，我这。嗯巧了，怎么？您来的这个地方正是请您演出的那个非洲土著部落。
那就碰面了吗？酋长带着村民们正唱赞歌呢。唱什么赞歌？今年啊，玉米大丰收，恩心吗？哎，人家准备搞一个庆祝的大型的晚会嘛。好啊，正请了您嘛。嗯，这会儿酋长正给玉米神唱歌呢。嚯，还供玉米神呢。嗯，唐爷的肩上肩，刘爷车满了天，再去个民恩西吧。什么恩西吧？怎么这酋长是张云雷是怎么着？唱什么呢？这是唱完了啊！有人说，遥远的东方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70岁高龄的于谦老师到了，介绍我啊，请于老师表演节目吧。我该我了，这一身能力都使出来了。我给人说，亲爱的酋长哦啊，亲爱的村民们，大家好。嗯嗯，那我今天来到这里是表示一下祝贺。嚯，过去的一年里，你们在酋长的带领下，大家辛辛苦苦播放风雨，嗯，终于玉米大丰收。好，最后我要说一句，你们一定会非常开心的包袱。说什么？我好像是酋长的儿子呀？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？村民们都傻了啊，那说我呀？哎好。没听懂啊！您的艺术已经欺骗不了非洲土著了。我真是没有意义，这个酋长一浑水，快捆捆上，捆上，捆上了。过来人就捆您，捆您很简单。哦、怎么简单？因为您腰里有绳子。哎呀，我这绳子还没解下去呢。给您放在锅里边啊，倒上一口的玉米面，干嘛？兑上水，哦，锅底下添柴火。这是要做肉汤的恩西吗？好，拿我给这帮孙子开荤了。哎呀！消息传来，我眼泪都下来了。你哭了？我得救你，我得管你啊！必须管、啊。我们是生死弟兄。是的，我准备下各种的武器，带着东西，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、躺棍槊棒、拐子流星。嚯、哦！带尖的、带刺的、带轮的、带刃的、带绒绳的、带锁链的、带倒齿钩的、带峨眉刺的。啊！什么单刀、朴刀、鬼头刀、长柄短刃刀、青龙偃月刀、崩头护伞刀、腰刀、吊刀、驴耳刀、曲刀、戟刀、眉尖刀、羽头大刀、心刀、黑刃大刀。18般兵刃拿绳子捆好了，一边捆我一边恨呢。怎么？应该把他腰里的绳子留下。嗨，这绳子比我有用。扛着这些个武器上飞机去吧。到登机口，空姐说这个上不去。哟，好，再见。这就完了，这就不去了。回到家来，坐着眼泪吧嗒吧嗒的，我还救他不救他？得救啊！已经5天了。是，他是不是熟了？啊，干嘛手我都扒锅了，知道吗？我得救他啊！不管了，不顾了，不顾了，不管了，管不了了，救不了了。对，哎呀，西边的太阳已经落山了。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，唱起了动人的歌谣。行了，别说乱七八糟的了。我要救于谦，赶紧啊！掏手机给酋长打电话。嗯，把人放了吧。我完了。这事儿是你们俩串通好了的吧？这于老师回来了，这么轻松、啊，打牌宴宴给于老师供的正当中，哎呦，给您接风掸尘。好啊，端起杯酒来，师哥您喝一杯吧，敬酒。于老师接过杯来，说了句话，差点把我气死。我说什么了？我想喝恩西嘛。我这上瘾了。谢谢朋友们。大家太热情了。哎，刚才这个节目啊是一个传统段子，对，叫酒令。嗯，一般呢都是3个人表演啊，今天是特殊的活动。哎，热闹。5个人给您表演。对，说完了之后呢，他们后台呢稍微歇一会儿。嗯，他们表演的非常的火爆。哦，接下来呢又该我们这位先生表演了啊。又来了。哎，这位老师啊大家特别熟悉了、哦、就不用我过多的介绍了。嗯、哦、这位老师啊不光是相声说得好，哦，各方面还都不错。您捧我啊。尤其是什么呢？啊，说相声说得好啊有一个先决条件啊，得有一个好体格。呵呵呵，你看郭老师刚才逗了一段捧了一段，嗯，现在又出来跟我合作。是是，后边还得说相声。可不嘛，没一个好身体真盯不下来。那是啊，郭老师身体就不错啊。您看看我往这儿这么一站，我这个身体素质。哎您好点了吗？这您这都楼了呀。这2天赶上咳嗽、啊、您就看看基础条件怎么样。这哪瞧得出来，反正凑合吧。哎呦，您这是恭维我啊。嗯啊，凑合都恭维了。对，您知道我是干什么职业的吗？哎呦，这还没请教呢。我是一个武术家。您等会儿。练武的。您等会儿。您干嘛去？练武的。跳，您是跳舞蹈的。哎，对，跳舞蹈的干嘛啊？武术家。谁呀？我没看出来呀、啊、
哎呦，您没看出来事儿？他我这不像练武的吗？习武之人呢？您这像 ICU 跑出来的 ICU， 他都能跑出来，他能在 ICU 里，说明您好了呀。我是身体健康，武术家哦，武术家，练家子。嗯啊，嗯，我练过兵刃和拳脚。哦，那您这个兵刃练的是？那太多了啊！什么叫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、鞭锏锤抓、躺棍槊棒、拐子流星？嗯，带钩的、带尖的、带刃的、带刺的、带峨眉针的、带锁链的，扔得出去的、拽得回来的，18般兵刃，我是样样精通。稀松，哎，稀松啊！那你说他干嘛呀？啊，稀松平常那是他们。您呢？我是样样精通，那可真棒。您要不相信啊，把这些兵器都拿来，摆在我的眼前，哦，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练了、卖了。卖那不用您，我也行啊。卖弄卖弄，练两下子。哦，兵器您会这么些？哎，这是兵刃啊。那拳脚呢？会的更多了。您说说，什么叫大红拳、小红拳、八仙拳、地躺拳、通背拳、罗汉拳、啊、远了长拳、近了短打、挨帮挤靠、小架子、头拳。哎呀，哎呀，还带使劲儿了您这个。那当然。没想到您这么大能耐啊！哎，提起我来无明白啊，练武术讲究什么呀？什么投名师访高友，早隐士拜名人。哦，提起我大家不知道。嗯嗯，你也不熟悉。是您说的我有点糊涂了啊。提起我练武术的老恩师来，哦，那是鼎鼎大名。哦，他老人家先别说他姓什么叫什么，嗯，先说他这家乡住处，让您一听就是一个把式窝子。那您说说在哪儿啊？都是练武的啊。我老师家住在京西北宣平坡的下坎儿，那个地名叫胡岭，谭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。哎哎哎，您这信的有点杂性了啊！崇拜崇拜，京西北对，悬平坡下坎儿，脑子多好。地名叫胡岭，没错没错。现在你出去找去都没人知道，是啊，去的名字。其实现在大概来说，就是奔北京奔石家庄的路上，对对对，就在那儿有这么个地名。现在没有这地儿，那地儿。您恕我直言啊，您说，没出过练武术的，怎么没出过？那地儿，那地儿都是卖粽子的。您这个人说话也就不合情理啊！那地儿人都卖粽子，你家卖粽子，我家也卖粽子，都卖粽子，卖给谁去？换着吃呗。没听说过。您是哪人啊？我是天津人呢。干什么工作的？说相声的呀。天津人都说相声。都说相声谁听啊？都卖粽子谁吃啊？来，这。你可真是的，哎，你再说听我师父那名姓，他也不像个卖粽子的。哦，他老人家，他老人家姓姜，姓姜名米，字表小枣。这那就是胡岭的人，对不对啊？姜米小枣啊，怎么那不就是粽子吗？他爱吃姜米小枣，大号叫姜天龙，人送外号钻云鸭子。等会儿，不是练武术的吗？怎么是个鸭子呀？这，你看，江湖外号飞挺高，不钻云鸭子吗？江米让鸭子啊，江米把鸭捅了。钻云燕子江天龙，钻云燕子在这个江湖很有名气，是是是，轻易不收徒弟啊啊，跟你不一样啊。他郭老师120多徒弟，你有事说事，别念山阴啊。你管我干嘛？您是传道授业解惑。哎呦，那不敢当啊。我们老恩师就收俩徒弟。哦，才收俩呀？我跟我哥哥。哦，给我们哥俩都起了名字了。是是，我哥哥叫白糖的，嗯，我叫馅儿的。他上南方再收一个，还有鸭蛋黄的呢。对对对，还有野子。那行了，谁问你了啊？因为我比我哥哥稍微黑一点啊。我们哥俩跟着我师父学会了各种武艺。哦，什么叫猫窜狗闪啊？兔滚鹰翻，嗯，骆驼纵，蛤蟆蹦，满都学会了。学这玩意儿干嘛呀？哎呀，有用啊！啊，学会文武艺，货卖于十家。这是老话啊。有这么一天呢，我们哥俩在后院正练功呢。哦，练什么功呢？啊，听我这师傅就是那捋叶子。哦，叶子。哦，捋铁叶子。不是捋苇叶子。对，嗯，这是泡完了米要包了。包什么呀？捋叶子吗？苇叶子那种造型的铁叶子。弄那玩意儿干嘛呀？哎呦，这练的是那铁砂掌啊！哦，听我师父叫我们哥俩，嗯，丫丫我的大徒弟，再丫丫我的二徒弟，干嘛得丫丫呢？哎呀，丫丫他比较瓷实，还是粽子呢那个，嗯，叫我们哥俩，喊你们俩，你们俩人功夫练得怎么样了？问问吧。我哥哥没敢言语，我就说话了，我师父，我们哥俩。成了，哦，成了！我一说成了，我师父有点不太高兴。为什么？怎么着？
黄鸭未退，乳臭未干，白糖的馅儿的就敢说成了啊、我江米小枣都没说成呢。哎呀，还别说我了，嗯，就是你们的师爷黄米邓沙老先生，他也没说个成啊。嗯，那是实心的啊。嗯，不是成了吗？嗯，师傅我不教了。哎呦，哟呵，你不教了，徒弟太爷不学了。哎，这叫什么话？这叫啊？话赶话赶到这儿了，你们哥俩就退出了 啊对，哎呵，对，您说的有道理。嗯，其实是我师父退出了。哦，反退，拜反跑了哟，一溜火光是够奔东南。哎，黄二郎子这是？嗯，怎么黄二郎？怎么一溜火光啊？您不了解。嗯，临走啊，把他军大衣点着了。什么人呢？这是，让他暖和暖和。得嘞，师父走了，我们这功夫可不能撂下。对，哎，每天是照样习武练功。那天我跟我哥哥在后花园中正在传枪递简啊，这说的《隋唐演义》啊。忽听有人叩打柴扉啊，就是叫门来了。有人来了，打开门一看呢，嗯，兴顺镖局的人来下请帖，哦，请我们哥俩呀去保一趟镖。哦，有人请你们？哎，您说去不去啊？那得去呀，是不是啊？是是是，咱就干这行的。对，人家派车接来了。哦，到镖局的门口一下车。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，多大的威风！一看我们二位壮士驾到，未从远迎，当面恕罪。真客气，我说不要这么谦虚。嗯，我们哥俩出来的比较仓促，也没给您带点粽子来。哎呀呀，啊，这锅还没得呢。嗯，进了大门，嗯，宽阔的院子，两旁摆的各式各样的兵器。哦，上面是个酒楼，前头有个平台，这楼梯在紧后头。哦。前边没有楼梯。对啊，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。嗯，说完话一低了腰，使了一个旱地拔萝卜。哎呦，怎么还拔萝卜呀？那都旱地拔葱嘛。哦，旱地拔萝卜葱。哦，旱萝卜葱啊，种的不少，什么都种。是是是是，使了一个旱地拔葱。嗯，噌，他上去了。好，好功夫啊！岁数在这儿，那是他练多少年了？对对对，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。嗯啊，看看看我的，嘿，先拉个云手。哎呦，双飞二，哎呦哎呦，十三弦也行。哎，嘿，一抬腿，噌，哼，上去了。好，人上去了，鞋上去了。怎么鞋上去了？买大了啊，下回定个袋儿。哎，成傻小子了。嗯，我来人，搬梯子给我够鞋。哎呀，您等会儿吧。嗯嗯，人家老头电不您要上去，你这搬梯这多丢人的这个。哎呦，他穿鞋了，我没穿鞋呀，啊，对吧？直接翻上去，上头玻璃碴子。扎了脚，你给我上药啊？谁房顶的又不会碴子呀？还是的，您人家设计的，啊，梯子搬来，不麻烦几位了。哥哥，别愣着，上。哎，走，我们哥俩顺梯子全爬上去了，哎，多大能耐 啊！到上面一看呢，摆了一桌全羊席呀，啊。哎，多山气啊，嗯！吃就爱这口啊。啊，好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。老掌柜说：“今天请二位壮士，非为别事。今有南路镖、北路镖、东路镖，都有人敢保，唯有这西路镖，贼人太多，匪人太广，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呀？”哎，愿意去吗？我说：“老英雄，休要长贼人的威风，灭我们自己的锐气。嗯，不就是西边有贼吗？对呀，咱从东边走啊。哎”哎，不像话呀，绕过去呀，你绕过去哪行，得迎上前去啊，迎上前去啊，要碰上呢，碰上怎么办，怎么办，要碰不上呢，哎，对对呀，您说的对呀。我说的对什么呀？你们不是干这个，你不能怕他呀。这不跟他客气客气啊。老掌柜说：“二位不必谦虚，嗯，随我楼下过过号吧。”这是又叫亮亮镖，要抻练抻练，看我们哥俩有什么武艺，得有大能耐。下楼，嗯，老掌柜走到平台边上，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，下去了。这叫轻功啊，真有能耐。落地的时候连点声音都没有，你看看人家，该我们哥俩那是走到平台边。往下一看，嚯，哟，够高啊！那是，刚才没这么高。不，刚才跟你有什么区别吗？区别太大了。怎么？您想这道理啊，最少差三米六。你怎么算出来三米六？从下往上看，这眼睛在这儿呢；从上往下看，眼睛在这儿呢，差俩身高啊！我一米八，这不差三米六吗？对不对？您要是看，就差三米，差不多就是这意思。你有事说事儿，别这闲的蛋的啊！嗯，哎呀不。越高越好啊，越高越显咱的本事啊。知道有一位跳水冠军全红婵吗？我知道，那是我干妈，是吗？哎，我就越高越好，跳水的范儿啊，将门虎子啊，呵，反身翻腾八周半。哎，多长时间？八周半，八周半不是时间，好，这俩多月啊，就是八圈啊，那得饿死啊。哎呀，唰唰唰唰，哎呀，这多好啊，好好，哎，我来这个啊。
你来哪个？不行，来不了啊，我憋着尿呢。呀，刚才那扎啤我喝太多了，事儿太多了啊，这等于增加一个暖水袋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怎么？伙计，带我们哥俩上趟厕所。哦，问人家哪块？楼底下。嗯，你带路，我们哥俩跟着伙计从楼梯下来。嗨，这就蒙下去了。哎呀，谁让他不会轻功呢？得嘞，嗯，到院里尿意全无。哦，刚才就骗人吗？啊，练一练，练练啊！我哥哥从兵刃架子上把单刀抄起来了。哦，要练练刀，这有讲究。什么讲究？哎，怀中抱月。嗯，前看刀刃，后看刀背，上看刀尖，下看绸子穗。嗯，单刀看手，双刀看肘，单刀看滚手，来了一个缠头裹脑，夜战八方，藏刀式。哎，留神话筒。哎。把式把式哦，全凭架势。对，没有架势，这么样不算把式，不错。光说不练，怎么样？那叫醉把式。哎，光练不说，怎么样？那叫杀把式。老实，练核弹药啊，练功带料。怎么样？你吃了我这个大力丸，怎么样？你那倒看着，你卖大力丸的，你这是啊啊？没有这么来的啊？怎么卖开大力丸了呢？怨谁啊？怨你？怎么还怨我了呢？好家伙，我准备练刀，你站旁边，怎么样？还怎么样？越说声越大，这不卖大力丸了吗？不是，我觉得你往沟里带我呢。啊，这是练刀。哦，练刀。哎，我这刚要练刀啊，嗯，忽然间来了一块黑云彩，哦，嘎啦啦一个响雷，刷，下起雨来了，闹天气了。这时候我心里高兴啊，倒显我的本事。哦，就看我这口刀啊，嗯，行上就下，行左就右，上下翻飞，刀山相仿，竟见刀不见人，刀都淋湿了，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。您在院里练刀呢？我在屋里避雨呢。那哎呀，能耐太大了，您这个。老掌柜说：“算了算了啊，这雨一时半时也停不了啊，上后院验验镖吧。”哦，验验镖的意思是看看我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。哦，看看货。到后院这么一看呢，啊，16辆镖车，哎呦，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金坨子，老倭瓜。对，老倭瓜呀。怎么了？那不用找保镖的啊，叫俩小伙计不就送去了吗？那不行啊，老倭瓜你是离得远。哦，走近了仔细一看，金坨子真是倭瓜。对，这不废话吗？这不是？哎呀，这表面是倭瓜呀。啊啊，拿刀切开了，您往里头瞧，金子有倭瓜籽儿。这好，哎，没籽儿是瞎倭瓜。哎呀，倭瓜籽儿、倭瓜瓤都掏出去，您再看，珊瑚空倭瓜。走，哎，贫不贫呢？啊，这是制作过程啊。啊，掏空了以后，珍珠、玛瑙啊、碧玺啊、猫眼啊，最次是金货。哎呦，红棉纸包好了，搁在里头，黄土泥一溜缝。保镖分明镖、暗镖、子孙镖，怎么说法呢？我这叫倭瓜镖。哦，是暗镖的一种。哦哦，走着，好，出门这镖趟子是我喊的，我还得喊镖趟子。哎呦，都丢了！您等会儿吧，您吆喝的什么？都丢了！您这是给贼送外卖的？您说话我们不明白，什么叫都丢了呀？就刚出门就多不吉利。哎呀，万一碰上贼呢？贼一看，哟，这镖的都丢了，得了，咱别劫了。人劫过一次了，啊，他不就不劫咱了？那个心态真好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嗯，我们哥俩压着镖车出了北京朝阳门，嗯，走八里桥奔通州，有土坝过河，嗯，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节岭榛子岭，到了榛子岭，天儿可就黑了啊。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，是，我说不行，住店也不安全。头趟保镖得落一个好名誉，对呀，咱们是连夜而行，艺高人胆大。虽说是道路崎岖啊，嗯，所幸有点蒙蒙的月色，嗯，走到半夜，过一道黄沙岗，前面有一片小小的密松林。嗯，这时候就听肉啪一声剑响，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原来有了贼了。就不要走大心了啊！还有了贼了，上什么口啊？有贼了啊！有贼了啊！镖车一打盘。我们哥俩跑前头一看呢，啊，可了不得了，有打树林子里头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，我200多人，一人一把鬼头刀啊，好家伙，雁别翅排开，灯笼火把亮如薄昼，嗯，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，手拿冰铁大棍，口念山歌词，怎么说的？嗨嗨嗨嗨，儿子，嗨，走走，像话吗？你废话，那贼是爷俩一块儿出来的，没听说过，少来这套啊。说此山是我开，嗯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，牙崩半个说不字，一棍一个打死不管埋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我哥哥一看有贼呀，啊，嗯，只气得30神暴跳，50豪气飞，空当里一使劲，扑啦啦，怎么着？拉屎了。哎呀呀呀，哎呀，我哥哥怎么那么臭啊？啊，我哥哥说没憋住，哎，
没，实在没没别。行行了，别说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是小小的蜀道毛贼，嗯，为何气得我兄长拉屎？那是气的吗？那不吓的吗？说气的好听啊，好听啊。哥哥，你且退后，带小弟前去送死。嗯，还真吉利啊，送死迎敌呀。哎呦，反正我琢磨，我们哥俩得死一个。嗯嗯，我死的面大。行嘞，嗯，估计是你死了。对，我来人。拉过我的牛来！您等会儿吧，我都没听说过啊。两军阵前拉牛干嘛呀？这骑着打仗啊？骑马呀？没骑过马怕掉下来？不至于的呀！啊，骑牛防骨。哪辈古人呢？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，那孙膑就骑牛。那倒是啊，对不对呀？人是五色神牛啊！五色神牛？对呀，您看见了？小说上写的呀。你骑过？我没骑过。看过视频没有？都是牛呗。你有抬杠这功夫，给你哥擦屁股就不好吗？哎呀，他自己就解决了，是吧？拉过我的牛，嗯，抬过我的扁担来。我先等会儿，我拿着扁担。我没听说过，这骑牛就骑牛，怎么还抱着扁担呢？仿古啊？怎么又仿古？哪位啊？三打祝家庄啊，《水浒传》啊，石秀就用扁担。不，人家扁担空心的，里边藏着家伙呢。咱这也有家伙啊？哦，你这也有家伙？咱有亮银枪啊！哦，没想到，一个地儿买的。哦，好，一个地儿买的啊，都有枪啊。嗯，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。您等会儿吧，这。您再说一遍，骑着什么？骑着扁担抱着牛。你应该骑个条数，你还算哈利波特呢。哦，我再来圆眼镜。对，骑着扁担多个当啊！骑着，你哥要骑这个拉不出来。哦，都堵上了、啊，那错不了。骑着牛抱，骑牛抱扁担呐，反正都跟着我了。那是，我举起扁担，大喝一声：“好贼啊！”哎，好啊，贼！我放下武器，你饶我不死！我挖呀呀呀呀！别挖牙了，你挖呀！不是谁挖呀？不像话。怎么还放下武器饶我不死啊？这是给他个台阶啊！哦，那贼要是懂事的呢，嗯，放我赶紧过去不就完了吗？人凭什么呀？我没想到啊！啊，那天我遇上一个狠心贼，我还狠心贼，不吃我这套，嗯，举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，呜就砸起来了！哎呦我的天哪！不能躲啊！我把扁担一横，力托千斤闸，哦，迎他铁棍，就听咔嚓一声，嘿，给他扛出去了，扁担折了，啊，折了呀！折了就对了，怎么还对了呢？里边有枪啊！哦，把那花枪抽出来了，嗯，一转身给他来了一个回牛枪，回马枪啊！我骑的是牛啊，我给忘了。嗯，那贼手还真快啊，一把把枪头给我抓住了。嗯，贼说你拿过来。哦，我说给你。哎，哈哈，这，嗯，这倒孝顺。嗯，我一撒手，他准来一屁股墩儿啊！哎，心眼都搁在这上头了。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啊，牛顿第三定律啊！您念的书不少。嗯，贼，啪嚓，哎，坐地下。哎呀，兵器没有了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催牛赶紧跑。嗯，这牛也缺德，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 啊，他往那贼跟前溜达。哎哎呦呦，又坏了！呵，这吃里扒外的倒霉牛，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今天要窝过炖牛啊！哎呀，这窝过炖牛，他是好吃，我受不了啊！就是，这怎么办？慢，无命休矣！哎呀，等死了，一抱脑袋，嗯，我又乐了。怎么又乐了呀？我这点功夫啊。都在我这刀上了。你这刀在哪儿呢？背后插着护背双刀呢。哦，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全出来了，哎，左手刀磕开贼人的铁棍，啊，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，就听砰撑一声，红光迸现，鲜血直流，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，叽里咕噜乱滚。您把贼杀了，我把牛宰了。我去你的吧。